被演奏并默契，过去去就来，嘿，干嘛不向前一起左勾拳右勾拳，一起惹毛我的人有危险。我们直播间家人们都知道，这个双节棍中间只有一根链子，特别特别的有难度。而且我们现在这个是李小龙的模仿秀。快使用双截棍，哼哼，掌声要吗？朋友，人者无敌，是谁在领大旗？风生水起，快使用双截棍，哼哼哈嘿，快使用双截棍，哼哼哈嘿。如果我有进攻，没人作弊，为了根本不惧，一身正气。自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，什么刀剑都懂，把我的耍的幽默优雅。自己最喜欢双截棍，头上戴个闪耀，去跟着上学上用的。可以了。